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孩子今天想吃鱼，中午咱们做条鱼吃。这是买了一条黑鱼，大约有2斤，咱们现在给它处理一下，先把这个
炒了生菜，切了盘牛肉。吃饭吗？尝尝这个鱼，嗯，好不好吃？我先尝尝肉。尝尝。小心吃啊。一人发一张纸。这个不错啊。一人发一张。干啥呀？青椒有点辣。吃鱼肉啊。黑鱼的刺儿少。是吧？黑鱼为啥叫蛇鱼？长得像蛇。不错啊。肉质非常鲜嫩。好吃。也有刺儿，只不过是刺儿比较少。